尽在运通。来到股市怎么美丽，大家看看我的侧标，我说这个月我要带我的会员冲刺，不管是新会员旧会员，连结涨停板，深科涨停板，那我的号点第二呢？等一下我跟你讲更多，因为很多观众对我的号点第二非常有兴趣，一直打电话来要求，希望我号点第二可以讲更多。来，大盘我们先掌握大盘，大盘看得懂你才有办法进场买股票嘛，是不是？来，我们照镜，大盘我是不是从10月6号这一根上涨带量跳空的小 AK， 全市场看错，全市场在这边都看空的时候，我坚持跟你讲，上涨跳空带量的小 AK 代表他有意愿要攻啊，他带量嘛，对不对？只是当天子弹带来有点不够，明天再攻可不可以？果然隔天就大涨了嘛。那你看看整个上涨的趋势有没有改变，你自己看嘛，都在上涨啊，不一定每天要涨很多，就是呈现上涨的趋势。我说这个行情它接下来进入区间震荡，区间震荡出标股，为什么这个月我说我要带你冲刺？因为区间震荡出标股，我的深科我的连结今天我们涨停给你看啊，我们一直持续跟你讲，我的深科连结我都没有卖，等一下告诉你更多，很精彩，非常精彩，你务必要把握，你要跟上的一定要快哦。好，那你看看今天啊，成交量虽然量缩，对不对？但是市场就这么一套资金，你一套资金，大户也一套资金，那你看看明年有题材的股票啊，你现在要赶快买哦，你现在就要赶快买，因为选举行情已经正式启动，现在还有很多还在底部，还在底部的股票，包括我的号点第二，逢低买进，逢高我带你卖，趋势转空我一定带你卖，但是你放心，现在还早得很，所以自己的财富赶快，现在有办法自己救，不知道怎么办的，你想翻身想致富的，跟上这名老师。大盘你看，我请你把握选举行情，对不对？因为选举行情都是送分题啊，但是这个行情你如果连大盘都看错，你怎么会进场买股票呢？你不要空就不错，当然如果你放空赚钱我也恭喜你，可是呢，既然是大盘是上涨，我当然是买股票嘛，买股票有机会赚一倍，有机会赚两倍，甚至10倍，你做空最多就赚一倍嘛，况且大盘趋势还在向上。好，你如果有听懂的赶快跟我掌握会涨的股票，来，曾美老师严选生技、物联网、安全驾驶，我的股票就锁定这三个区域，为什么？因为这三个区域跟大陆接下来“13/5”计划里面，不管是环保议题、医疗议题，还有一个网络议题，都息息相关，锁定接下来政府要扶持的这个产业，资金会进来，水到渠成，水涨船高。你看看曾美老师有没有一直跟你讲，现在就要掌握明年的题材。你看我的连结今天为什么涨停板，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上礼拜获利 10%， 从这个月开始的绩效哦，那今天又一直涨停板，你帮我算算这样赚多少了。那我讲过一档股票有人在做看得懂，你不会买一张也不会买两张，3%5%根本看不上眼嘛。我选的股票都是有波段的，没有波段的行情我连做都不想做。你来看看我的连结今天扎扎实实一开盘，开盘涨停，对不对？收盘涨停，盘中一直线一价到底。我有没有节目事先跟你预告？我有没有节目持续跟你公开？我带会员做连结嘛，那他为什么这么厉害？今天这支涨停板我一直跟你强调要做什么，要做物联网，对不对？除了生技，物联网，物联网是不是要掌握？那你看看物联网，特别这个是最新的议题，你可以看看今天的不管报章杂志好了，电脑你查不到它的利多啊，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现在我跟你掌握的股票不是今年的基本面，绝对是明年的基本面，明年的基本面都还没见报，那还没见报股价一它涨停，你认为代表什么？你认为代表什么？才刚涨而已。如果我今天股票涨停，你马上可以在网络上 Google 到，早上还没开盘，报纸就建立多给你看。我认为那个绝对不是低档。那你来看看，我帮你掌握的，它是物联网相关的题材，本身是做驱动 IC， 所以是 IC 设计业。联捷呢，它是联电集团的股票，联电集团的 IC 设计。我想你股票不是做一年两年，你都知道它的扶植 IC 设计非常有这个能耐。好，毛利率相当高，如果没有这样的毛利率我还看不上眼。毛利率高代表高竞争力，高门槛，别人很难跟他竞争嘛。目标价你很想知道对不对？打电话来问啊，打电话来好不好？那今天收盘收多少？ 25.5。 你来看看今天，好，恭喜会员，我的股票会员和尊荣会员都有这档股票。那恭喜涨停联捷，我们续报来。你看看整个操作过程啊，我一直跟你强调，我带会员做股票绝对是有趋势性，绝对是涨一大波的股票，不是3%5%小鼻子小眼睛每天冲来冲去换来换去做什么啊？是不是？你当然要买这种一次可以买很多张，你知道它将来会上涨，你敢不敢买多？你有我的扣讯，我跟你讲我很有把握，你敢不敢买很多？敢啊。你看看今天涨停板，这种一价到底的涨停板，你认为它还要涨多少？你仔细看啊，今天涨停板的张数成交量981，可是唯买涨停想要买的还有2300多张，哎，你看看这样还要涨多少？你自己评估看看嘛。好，今天涨停绝对只是刚刚开始。今天涨停板，我的会员一次敢买很多，你认为他今天不会心里盘算一件事吗？什么事？想要换车子了。想要换车子了。那如果9月3号你就是我的会员，你从这边开始买，确实没有每天涨停啊，但是整个趋势都没有改变，你敢不敢买很多？你看到盘面有涨停的股票你跑去追，你敢买很多吗？绝对不敢，我打包票，因为你没有第一手资讯，你怎么敢买很多？好，那从9月3号到10月12号的买法，这个我都是电视上公开的，我才写在上面哦。你看看这个还要涨多久啊？来，我就一直跟你强调嘛，股票，其实这档股票我双十节之前哦，我就把这个图形秀给大家看，有没有6个月涨2.3倍？这档股票我说它曾经发生过嘛。那这档股票呢，我当天也是开放，你可以打电话来问这档股票是哪一档，可以带你做嘛。那我有没有同步？你打电话来的你也赚得到啊，你都可以帮我做见证嘛，我们让你做连结，跟我的会员同步啊。10月12号嘛，那10月8号是双十节之前，放假之前嘛。好，那打电话来哦，有观众问老师，这个成交量哦有点小，你是不是要帮谁出货？是不是老师你这么好免费那个相修赏哦，老师你意图是不是不轨？来，我讲给你听，什么叫意图不轨？你看不看得懂啊？来，6个月涨2.3倍，这是周线过去的历史，你看看底部有没有量？量好少，好可怜哦。可是呢，涨了一段又一段，量一直出来，直到最高点爆大量，哎，你都买在这边，对不对？一般人啊，做股票都嘛是买在这边。那你看看，我带你买在这边，等于现在又回到起涨点，量那么少，货出给谁啊？你开玩笑嘛，对不对？所以啊，你要看得懂主力的手法，一定是爆大量，报纸建利多，今天还没涨停他就利多给你，那个才是你要怀疑的嘛。我们不要说有问题啦，你要稍微怀疑一下嘛。那我带你买在这边，你看还要涨多久，你自己评估看看嘛，对不对？那这档股票你看9月3号开始带会员买19.9，10月12号电视上还够给你揪呢，有没有啊？有没有实际带会员买？你打电话来有没有带你买？有啊，那天买15号还跟你讲这档股票物联网必备，欸，你看看我们的电子业哦，从电子产品接着有网络问世，
那现在有物联网，这个都是一系列有这个进度的这个进程呢。你有没有发现，这美丽掌握的都是第一手的资讯，以及市场接下来要走的这个趋势，绝对不是你现在查得到的资讯。好，我郑重跟你讲，这张股票我非常看好。好，目标价我开放，好不好？我开放。来，今天除了我的连结涨停板，我的会员可能有考虑要换车子，那可是呢，深科也涨停板，那我的会员会想什么？还有什么想要换的？对不对？因为涨停板了嘛。来，深科，我怎么跟你讲？我跟你说，物联网你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大陆四 G 的部件。现在已经普及到农村了，农村的建设有关物联网的配置，就是4G 盖起来之后，物联网就可以用了嘛？因为物物相连都要透过网络，那它做的是蓝牙低功耗的 SOC 单晶片嘛，毛利率也是高的吓人，这种股票才是有市场竞争力，你才值得你来关注、来投资、来取舍。好，那我想你一定是错过出生段了，今天涨停板。我相信你一定错过出生段，因为我前面讲的你都在看，但是你验证了你还没上车。我跟你讲，你要把握接下来叫主升段，怎么说？来，好，今天恭喜我的会员深科涨停，请续报。来，这档股票你仔细看哦，我们从这边开始买，电视上都有公开，沿路有涨停板，有黑 K 棒，我还是续报。节目我也跟你讲，我续报嘛，这是我四大金在 Part Two 里面的深科。我节目一直跟你讲，我就是续报，因为你看得懂，多报一两天又何妨？因为它会涨停，它会创新高，它还会再涨。好，到今天为止，31%，100万三赚多少？31万，可以换车吗？可以啊。那你看看穿戴网，我很早就跟你讲，黄金筹码赚钱术，怎么从一档股票里面的筹码来知道这档有没有人在做，谁看好，他是怎么看的？9月3号确实带会员买啊，有买就有买，对不对？一买完就涨停，真美老师还提醒你，9月11号偷拉尾盘，好事还坏事，又涨停给你看，你看看深科啊，留着标股的血液，正统的。那你看一看，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讲四大金钗 Part Two 9月4号给你的资料，我也实际带会员做，我续报嘛，今天再加10%，你看一看我赚多少了，我还没出啊，为什么不出？郑美老师，你这样股票为什么不出？来，出生段才刚走完嘛，对不对？涨到这边，这边招金，全市场。觉得深科没机会了嘛，就卖啊！我好像也没看到市面上谁在讲连结跟深科，哎，没有吧？你听谁在讲？有，也没有像郑美老师这样子一路一直跟你讲讲讲不停，直到今天31%，100万就31万。那你看看这一段走完，这一段郑美老师带会员持股续报。有新会员继续加码，到今天你看我写的1、2、3会技术分析的，你看得懂吧？什么叫出生段？什么叫主生段？主生段会不会跟一这个出生段一样的距离、一样的涨幅，甚至还会超越，对不对？这个你会技术分析的，你都懂啊。但是呢，背背一档股票，有人赚钱，有人赔钱。这是每天在股市里面每天在发生的事，为什么郑美老师在节目跟你事先预告公开操作你都不要赚？好，我相信你也很想赚，但是你还没跟上，还没跟上的我请你把握，因为连结啊今天一开盘就涨停，一价到底从来没有打开过，我不晓得它涨到哪边呢，我老实讲我也不知道了啊、哦。但是呢，以它的气势啊，我认为还有得涨啊，还有得涨啊。那我的深科呢，只是初升段做完，接下来要进入主升段，你还没跟上的，今天动作快。好，那我们十月份开始，我要开始带会员冲刺了。为什么上个礼拜要推冲刺班？因为你看涨停板。深科涨停，连结涨停，等一下还有浩鼎第二，你想知道更多的节目锁定，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
用，请用五分猪，吹气听，请用气听五分猪，五分猪不好。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 Today is gonna be a good day， Just wait and see。欢迎回到现场。今天除了浩鼎大涨以外，基亚表现如何？你有基亚的，请你仔细听，因为我讲过，以他的技术线型、筹码面，我可以告诉你，但是真正的内幕消息。电视上恐怕不适合讲出来，但是会员不用担心，真美丽帮你掌握的是第一手的资讯。毕竟去年基亚全市场，你可以去打听看看，谁秀得出扣讯带会员在450块或以上都没有关系，全身而退，获利放口袋。所以你要做新药股，你要找谁？你可以考虑真美老师。你来看看基亚，这是它的周线。我可以告诉你技术面、筹码面没有问题，你来判断。如果你还是坚持要自己操作，你可以自己判断看看。那如果说你要跟上真美老师的脚步，我只有一句话，你动作要快，好不好？来，你来看看周线，我们这边照镜，我们来比较一下这档股票它的技术分析长什么样子。第一根下跌，带大量收红 K， 这根 K 棒，对不对？留了长长下影线，表示有人在承接，但是承接是不是马上要攻击？那可不一定。结果再来一次下跌，稍微破前面这根大红 K 一咪咪，马上收脚，而且量缩，量缩了。那这个是再次测试，这个是不是低点？好，接下来连续两根红 K， 对不对？可是呢，又发生了五根黑 K 棒。好，你注意下跌。居然量急缩，急缩成这个样子哦。那如果说你会技术分析的，你来判断这样的情况，连续两根红 K 带量，五根周 K 下跌量缩，这是空方强还是多方强？你有答案的，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你马上要有答案，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好，那基亚呢？去年，我相信我所知道的。只有真美老师有实际带会员全身而退，因为我正式发出口讯。好，200块，节目开始跟你推荐，开始带会员买，开始涨停，整个过程涨停跌停通通告诉你，也是公开操作。我是实战派老师，我有能耐，我有本事公开操作，而且我还带会员全身而退，赚了一倍多，有没有？去年7月1号，你们还在追逐基亚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判断，我们先撤出来，不是不看好，时机还没到。
那整整就一倍了，就一倍多了，对不对？去年顺利让我的货源后压致富，有的人甚至翻身。那你看看这档股票，我在跟你讲技术面的时候，是不是昨天就跟你讲了空方强还多方强？你有判断出来的？你看看今天有没有上涨给你看，有没有上涨给你看？好，那如果基亚会涨，谁也会涨啊？云城嘛，云城是他的母公司，当然他也会涨。好，电视上啊，很抱歉，很多资讯我只能跟我的会员讲，你想跟上的，你有兴趣的，赶快跟上。好，浩鼎，浩鼎今天又在创新高，我什么时候给你讲？绝对不是今天涨明天跌嘛，一定是会上涨一段。来，今天时间比较不够，我要讲快一点，因为太多投资好朋友很有兴趣我的浩鼎第二，我浩鼎第二等一下讲多一点。好，这个通通跟你讲了，对不对？10月20日今天在创上柜挂牌新高，你注意我的买法，你问问全市场浩鼎谁赚的比我多，如果有的把扣讯秀出来，好，把扣讯秀出来。那你看看9月10日开始带会员买319，今天408，赚89块。9月25日再买，这个都有扣讯，好。然后10月7日再买，10月14日买到373。老师，你还在买？你怎么看浩鼎？你看看今天多少？今天浩鼎收多少？408。这种买法才是看得懂的买法。这种买法，你资金大的，9月10日你跟我买，新会员进来再买。旧会员有新资金也可以再加码，只要你有新资金，新会员来通通买，你看创新高，哪边买通通赚，这种买法才是能够让你致富，才是理财规划嘛。那你如果跑来跑去，你认为你这张股票你看得懂吗？你也只不过是用猜的嘛，是不是？你真的知道它的投资价值吗？好，浩鼎，9月10日带会员买，对不对？怎么买？告诉你，9月25日再买。全部都有扣讯，我是用写的，虽然我不是印出来，绝对有这个扣讯。如果没有，如果没有怎么办？如果没有怎么办？我跟你讲，如果我这个扣讯没有，罚1000万，好不好？来，再带会员买，通通完整的扣讯，我可以很实在、原本原本的告诉你，我就是有带会员买。好，浩鼎，你不敢跟的，我有没有跟你说？浩鼎第二我帮你准备好了，而且浩鼎第二我今天会跟你讲很仔细，因为他不一定输浩鼎。你有见证我做浩鼎，因为股价涨上来你不敢跟，浩鼎第二你要不要把握？来，这档股票我昨天就跟你讲，外资狂卖，外资狂卖，听到这句话你是不是害怕了？但是你要想想，谁的力道会比外资更厉害？我跟你讲，大股东绝对不会输他。为什么？因为大股东他对于自己的公司最了解，哪里好，什么时候会好，好到什么时候，他最清楚。那你看看股价居然已经跌破大户现增的成本，那你看看大股东到底有没有出来买？来看看技术分析，确实，确实有人在买，有人在买。我们今天来不及讲技术分析，好，但是呢，你会技术分析的，你会非常清楚，这个有人在买。好，那既然呢有人在买，到底这档股票价值多少？它的价值在于它的疱疹贴布。好，说到这个疱疹贴布哦，疱疹它是所谓病毒引起的一个皮肤病，它很难根治。你免疫系统不好的时候就发病，那你有吃药，吃药的时候它就会好。但是那不是治，就是说只能暂时，因为它的病毒会潜藏在你的脊椎里面的神经，好，那个发作起来很不舒服。那吃药，现在有药，那吃药你也知道伤胃伤肾，可是如果说这个皮肤因为疱疹引起的这个病毒性的皮肤炎能够用贴的方式，那你想想两个让你选择，你要贴还是要吃药？我当然要用贴的嘛，是不是？那重点是它这个疱疹贴布，全市场市值大概多少？大概美金14亿，它可以吃多少？吃全部。目前这个疱疹贴布在美国 FDA 正在审核，
如果让它通过了，你想想看，14亿美金的市场，大概是400亿台币，400亿台币，我算毛利50%，200亿，200亿再打个折，可以赚几个股本？10个股本，10个股本相当于可以赚多少？100块的 EPS， 每股盈余，给他10倍的本益比，1000块，不夸张。那这张股票，我说它有机会比昊鼎还强，你要不要把握？有机会比昊鼎还强，你仔细看这个线图，你想把握的，今天赶快跟上。好，今天郑美老师非常感谢你的收看，祝你明天股市操作顺利，股市天天正美丽。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请用五分钟，嘴去听，请用气听五分钟，五分钟不好。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旗鼓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2578-3000。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旗鼓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2578-3000。有啥人比你较重要？世间爱情，通笑梦一场，挂嘴挂清醒，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歌声若响，风吹风吹，桥空笑梦。